叔要拥有甜美脸蛋以及火辣身材，近年来更在多部作品中展现了精湛的演技，深受大批粉丝的喜爱。他和 SpaceShow 的成员以伦分手后，一直没有传出新恋情，感情动向备受外界关注。日前，他透过 IG 限动晒出一张对镜自拍照，可以看见他身穿黑色连身裙，搭配帽子和披肩，打扮得十分休闲，并透过文字写道：“是个要去见男友的节奏。”某人来新加坡陪他约会，疑似曝光新恋情，引发网友们的好奇。随后，他再度更新限动晒出和刘品源的合照，透露男友丽的学姐来陪他过生日了，开心直呼自己是幸福的宝宝。原来18日是郭书瑶生日，刘品言在忙碌的工作中特意抽空飞到新加坡陪好友过生日，足以证明两人的好交情。